Hello， 大家好呀，我是蛋糕糕。今天的话，我准备出去邮局一趟，然后家里没有水了，买一点水吧。然后今天实在不想做饭，特别想吃肯德基，然后就出去吃一顿肯德基。那么大家跟我一起走吧，今天我们来做日常。今天天气超好哎。今天带大家走另外一条路，上一次的话我是从学校就是校园里面走过去的，这次我就从那个就是应该算是生活区还是什么地方吧，随便一条小路上走过去。然后今天的话太阳一阵一阵的，没有被云遮住的时候太阳超级刺眼，应该带个太阳镜出来，不过现在又阴了。路边的小花开的都还蛮好的，然后这边马上就要到市中心了。我平时一般入夜了很少走这个地下通道，因为会有醉鬼在里面，然后反正还是不太安全吧，但平时天气就是没有那么晚的时候还是没关系。现在已经到市中心了，边上有一家店的那个香味好好闻啊，肚子饿死了。我现在要马上赶去邮局现在准备到邮局，不知道能不能看到。那我先不跟大家说了，我先去寄东西。我天，好多人，好崩溃。我来吃饭哦，开吃了。然后那个袋子里面是肯德基的鸡翅，我超爱吃鸡翅的。不说了，又下雨，我也是不想说什么。又下雨了，看来是上天让我去 Boots 逛街，让我去 Trinity 逛街。现在这样就不行。小哥在唱歌。Boots 新出的 NYX 专柜，我去瞄一眼。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个染发，我漂头发就是用这个牌子的套装漂的，然后好像我买的是这个三连装的一个套装，准备试试，到时候出去玩，我们自驾玩的时候准备染个粉头发。然后这种是半永久的，就是你染上去的话，它颜色不是那种特别，就是大概洗2到8次就会掉的这种，所以说就适合你，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喜欢换发色的类型，这个非常合适。反正趁着现在雨还没停，我们就去商场逛逛。今天的因为是周一，所以人不是特别多，然后按理来说的话，其实我来这边拍照拍东西都应该得到他们的那个允许，不过算了，反正等被抓到再说吧。然后这就是那个 Trinity， 是利兹比较大一点的商场嘛，应该算是最大的一个商场。然后其实也就那样，很一般啊，跟什么像南京德基啊什么的都没法比。然后我们可以去 Urban Outfitter 看看，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衣服还蛮喜欢的。我超喜欢这些，就是背后是这个。我是还蛮喜欢他们家衣服的风格。我现在到了 Topshop， 然后反正雨还没停，就来逛逛吧。不过其实我感觉我上次把 Topshop 逛的差不多了，就是感觉都没什么新款。大家可以看这边 Topshop， 这全是裤子，他们家裤子超级好穿的。刚刚试了两件衣服，然后很难过，他们都大了，不开心。今天背的是我那个小包包，我觉得超好看。我现在雨停啦，我准备出来了。本来想买一块那个 Urban Decay 的高光叫 Aura， 结果都没有货，剩下的全都是很橙色的那种，所以说我现在准备回去，然后去超市买一趟那个吃的还有肉，
然后这回加了，准备去超市了。接下来就是漫无目的的在超市里一顿乱逛时间，反正就各种买买买，最后面还是决定不买纯净水回家了，因为太重了，根本拎不起来。我现在在等公交，刚刚一辆公交没来，在回宿舍的路上，现在天又晴，英国天气真是恶心。终于在等电梯啦，好累呀！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哇！回来了，啊，好累！你看现在天气都超棒。然后大家想看一下我们宿舍，有小伙伴想看宿舍长什么样。然后宿舍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不过想想价钱就会觉得心里一紧吧。然后现在收东西，今天买了牛排，然后帮舍友买了蟹棒，然后在那个也是那个反正便宜的跟不要钱似的那家店买了一个这个样子的 choker， 然后还买了八个鸡翅是肯德基的，然后两卷厕纸没有厕纸，哎，一国狗的悲哀啊，废纸。然后还买了这个鸡块，对，我就是喜欢吃垃圾食品的鸡块狂魔。这个果汁和一大罐那个意面酱，然后我现在要把它收起来。这一层是我的，中间有饺子，然后还有冰淇淋。对，我是冰淇淋的忠实粉丝。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够自己卖冰淇淋。然后这个蟹棒先放我这里，等小伙伴回来了，我再把它放到他的柜子。然后牛肉的话，可能今天、明天吃，所以说今天就不放冷冻了。还有这个没开的，都可以先放冷。等到时候把冰柜腾出来再说。好啦，那么今天的日常就到这结束了，然后谢谢大家的观看，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期的日常，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